上集说到，由于道路封闭，我们只能掉头，但由于操作不当，悲剧了，房车可以过，撞了。哎呀，把这儿挤了，动不了了。哎呀，差一点点。我光会看前面就没看后面了。要完了，完蛋了。就差一咋距离啊，十厘米。我现在不会开了都。现在靠到这儿动弹，没得动弹。要么就是硬开过去，硬开过去把屁股就拔掉了。那要么就是往后倒下吗？这个车往前走上个十厘米，成这样了。这个已经掰出来了，这灯都碎了。这车钥匙都在上面插着，门都开着，现在是不敢动，你懂我意思吧？他现在是我知道掰开扣子了，这个脚已经插到这个扣子了。你往前走，把屁股都把这个后边都拔下来，往后倒的话，把这个侧墙都拔下来。最好的办法就是他往前走，让一下。现在最大的问题是，这个铁块直接卡在了这两个缝隙中间。现在就是说你要往后倒，把这个就掰下来了，把这个侧墙就掰下来了，然后你要往前走，把后面这个盖子就掰下来了。刚好现在挤到这儿，差那么一点点，就是刚才不到这儿，到这个位置都有救的余地。现在还有一个办法，前车拖掉，靠我们人力，按现在这个方向，把它往出拔到路上，然后在原地把它掉头掉过去，所有事情都迎刃而解。我觉得这个先目前来讲啊，哪个办法人力最好？就是卸钩呗，卸钩，找石头把这个轮子垫起来，不要让它往后溜了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石头把轮子一垫，然后钩一拆，往出拔出来，把屁股让它离开那儿，然后哪怕往前走一点，转一个大弧就能转过去了。所以这会儿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吗？都没占。把这块给掰开了。现在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没有伤到箱体，就是这都没伤。就是把那个啥咋帐篷这个给掰出去了。对的，然后这块露出来，行了，给拿东西垫一下，把它砸回去，剩下这个地方一直漏雨，对箱体也不好。下一次你给咱看后边的时候，稍微给咱照看全乎一点，行不？不是你让我看前，光看右面，让你都给我看一下前面。我以为这儿有距离了，你会就是完全 OK 的情况下，
你咱不用跟我提示啊，这边差这一点点，你跟我让你给我看看前看，你光看前看，后边也不用提示。咱前后离了十几米，那看前边，我都跑过来了。那你骑前边之前，你一直在照看后边的呀，照看后边，你搁个照看这么一点点距离，一个弯怎么翻过来？好，结束了这个话题。你自己错了就结束了哈。阿诺，厂家说的是这小问题，不用关心，不用担心。但是就是说，最好是找个，把这砸回去，把这砸回去之后把这胶给打上。为了漏怕漏水对，怕水进去之后，慢慢的这个铝皮啊、铁皮啊跟，里面的泡沫啊什么的会慢慢的会开，就把这打回去，胶搁这一封就 OK 了。然后灯的话，如果能着，就不用管了。到时候他给换，或者是咱们找一个地方，找个地址，他给咱把灯寄过来，也简单，两个螺丝的事情。哎，没事，小问题，都小问题。我们俩历尽了千难万苦，把车掉个头，把车都蹭了，掉过来了。结果刚来了几个人，得到一个不知道是好还是是坏的消息。这个门晚上7点就开了。我们也没水了，也没油了，把车蹭了，好不容易把头掉过去了，他给我说晚上7点门就开了。好消息，咱们再把他这会儿再把头转过来。我这会儿都想拿个绳把我勒。没办法，只能等了。虽然现在才下午2点，但是只能等了，因为没有油了，实在没有油了。往前15公里就是加油站，但是你往那边绕上一圈得80公里。再转回来，转回来呗，转回来一挂，往这一放就排个第一名，对，一开咱就走，对。好了，现在大白二白也已经连接成功了，今天过得是异常精彩啊。我们现在就把车先停到这儿，排个头尾吧，然后就等时间到了，这个门一开，我们就接着出发，接着加油，然后先搞点饭，今天的饭还没吃，2点多了吧，快3点了，赶紧吃饭吧，一人吃一碗自热的泡馍，然后等着开，还可以午休一会儿，幸福不？我们真会苦中找乐呀，对，这难得的机会，咱就午休一会儿吧。离晚上开门还有5个小时，2点半，4个半小时呢，可以好好的睡一觉。上集说到，由于道路修整，晚上7点才能通过，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放行，顺便呢，把无人机放出去看看路况吧。等了一下午，终于开了，终于可以过了。我跟他后边，这是我们粉丝，我们路上偶遇的粉丝。施工的人员告诉我们，让我们走慢点，房车不好走。我刚才用无人机侦查了，就确实是不太好走，路很，就是那个啥，这马上就到了，就是施工的土路。但是它近哟。呀。对象咋还来了呢？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不着急。我的妈呀！后边有车，要不然你可以哈几回。后边有车，我一下去就跟人家堵住了，所以我只能在车上面拍一下这个惊险的场景，真的很惊险。让你说的我都拍不出来，但是真的很惊险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慢慢慢，一定要慢。我就是怕这儿，刚才我就是怕这儿。
因为它这个坡比较大，前车已经翘起来，后车还在下，然后会可能哪会坑，会磕。哎，还好，长度比我预想的要长一些。刚飞机飞过来就怕这儿。来，就算出去了。哎呀，这儿。妈呀，这儿怎么整？哎呦，好下来了。哎，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。嗯。有线路断了。要不是没有，咱们也不会走这儿呀。要不是没有，咱们也就刚才不是没报表吗？现在咱们就去绕远路去了吗？现在咔，灯亮了。哎呦，还在往下流。对，在往下流土呢。这挖掘机就在上面。这块再往下流，全是碎石。这是刚推开的，我无人机飞的时候这儿啥都没有的。马上是个轿车，轿车过不来。那个轿车过不来，这儿有个大石头。胜利在望。哎呀，悬了！拖挂上那个大石头了。试一下，哎呀，这下摆的厉害。可以吗？我的妈呀，这都是哪儿发出来的声音？不知道哪儿发出的声音。屁股磕了还是？啊，我说过来了，过来了，出来了。请叫我声大哥。我的妈！以后老子带拖挂，带你游天下。我回来看一下车里面不知道都颠成啥样了。刚才最后那块真的太陡了，我都腿都不行，不由自主的在抖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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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有点吓，有点害怕。我的妈呀！啊。历经千辛万苦方能取得真经啊，找加油站。这是第几难？今天不知道第几难了，今天这个难真的太多了。今天应该不会再有啥波折了吧？不会了。今天先是绕路那个山头上，然后先磕车蹭车，然后又过一个塌风。我的妈呀，今天真的好丰富呀。几个药，嘿嘿，又想出了几个魔，哈哈。在县城里终于找到一个加油站。九二加满。啊。哎呦你妈呀！6.49油价降了，看这不是好死吗？对，太容易满足了哈。可以加水啊，好消息啊！这个厨房里的水就可以加自来水。终于把水油搞定了，这叫什么？吉人自有天相啊！咱们已经断水两天了，你告诉我吉人自有天相，知道吗？算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啊，一会儿就回来了啊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加了97升，630块钱，我的妈呀，没有到100升，居然，好了。油也加满了，水也加好了，接着出发。因为这个县城里实在是停车太困难了，我们只能出了县城再找个营地停了。走吧，堪称完美状。乌漆嘛黑的，我的妈呀，终于找了一个停车场，我们今天就住这儿了。不走了，今天真的太累了，事情太多了。